直发紧啊，这有头发的人就看不出来了。这往上一站吧，不说话像学者，说话吧像领导，唱歌呢像歌唱家。快快，你真是三好学生啊！谢谢。哎，李玲玉听完了以后，有点紧张，我听出来了，声音有一点点紧，但是整个感觉还是表现得比较唯美的，就是拐弯抹角的地方嘛，还是唱得挺到位的。好，谢谢贾大卫老师。这首歌很难唱，很难唱的，很多男高音都唱不下来。一点就是说他音域很宽，用的高音很多；第二点就是他特别有味道。拐了很多弯，您唱得非常好，也非常完整。我有一个小建议啊，跟您商量，就是老想使劲唱，使劲多了以后呢，这歌就唱平了，声音是很美，对，很亮，但情感呢就不容易打动人了。所以您回去没事，您再想想哪个地方该轻，哪个地方该重，哪个地方该收，哪个地方再放。这就叫艺术处理了。好，谢谢。我想说呢，其实您给我的感觉啊，就是说您从舞台这个里面一走出来的时候，您是真的有这个学者的气质，哎，儒雅，那又有领导者的那种风范，哇，很霸气。哎，唱歌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您学的是谁的习惯，这肯定不是蒋大为老师的习惯啊。别摇头晃脑好不好？其实我们在舞台上不光是展现自己的声音，更重要的是你也要通过这个舞台表演去展现自己的整个的风采。我觉得下一次我希望再看到您的时候，您能够展现您的舞台风采。快，这厉害了啊！